翡翠的红色也叫红翡，但是啊，现在市场上有很多是烧红的红翡，但是也能过级出证书，但是怎么来鉴别烧红和天然红？今天我给翠友们讲一个小窍门。天然红翡啊，一般它的光泽在糯化棕以上都是玻璃光泽，而且它的颜色最高级别叫鸡冠红，但是现在呀就比较少见了。火烧的红翡啊，一般都是水短。为什么水短？因为用高温烧过之后，它里边的水分结构已经变干，而且注意细看，烧过的红翡啊，上面有一些小毛裂、碎裂，而且它的颜色不均匀，看着就特别愣，不像天然红翡看着特别舒服。有时间，我们直播间细聊。